上的 verse 合作给李荣浩，感谢所有人投给我们的票，在这首歌的现场我没准备好，所以没空继续熬，准备写一个通宵。当我打开了电脑，珍妮的比赛，天的窗望着月亮似故乡，我的年龄怎么不赚金，心里面想怎么拿冠军，让喝彩不再成为深夜的幻听。我把压力比喻成钢琴，而我的忧郁是否需要张邦迪保护一些伤，保护一些秘密，等它发酵解开后我写个送给你。46哎，我靠窗边坐下，遇见的歌迷他略显得惊讶，开玩笑吗 rapper 坐在经济舱面子上我伤，我说这是通往成功的方向，解说谈话沉默在外地高空下，耳机隔音仿佛身旁空荡荡，安静容易让我想起那是我们最后一通电话，妈妈。每次当我想到念你在天上，透过窗月光洒下云层的刹那，希望不会因为因你为什么淘汰。的人都辛苦，我静静飘在经济舱，希望前后排的表情别哭丧，希望我跟你之间的距离没阻挡。你的轨迹有没有偏好？你所希望的幸福发生在机场。天天天 ，KL。写下笔笔，忘了笔完的经验。我比说你这么拼，当然需要信心。你不可以留恋地平线，这肠胃毕竟看不见。冲完的人你就拼命，就是发芽前和泥土比拼，直到足迹都是最透明。不可思议的任性来自经